我弟弟他比较特别一点。同学，你很喜欢跳舞吗？不行，跳什么街舞？爸，你还不懂吗？妈妈走了以后，我根本就已经放弃自己的生活了。其实我很喜欢你。我已经决定这辈子不会再谈恋爱了。小盛，爸爸答应要你跳舞了。嗨，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这一堂课是基础律动，那希望大家等一下就是尽量把自己放轻松，跟着音乐，然后跟着我的动作 ，OK， 有点像带动跳一样 ，OK， 小声 OK 吗？尽量放轻松哦，来，一起来哦 ，5, 6, 7, go， 1, 2, 3, 4, 5, 6, 7, 8, 2, 2, 3, 4, 5, 6, 7, 有一，二，三。去试试，试给姐姐看好了，在那边。所以，你一直拒绝我的原因是因为你弟啊？哦，不是啦，我会拒绝你，只是因为我太胆小了，不是因为他，他比我勇敢多了。你呢？你够勇敢吗？姐姐，好了。我们集合一下，来坐下来，听我讲，听我讲。啊，大家坐下来哦。关于这次的成果发表会，上次我跟大家提过，我们这次要用比较戏剧化的方式来表现。那我又想到一个很好的主题，那就是爱。什么又是爱？爱很棒啊！啊，安静一点，安静一点，听我说。爱有很多种方式，比如说兄弟之间的爱，我们友情之间的爱，还有亲情的爱，对不对？好呢，现在呢，我要大家即兴的出来表现一下。OK， 小森，你要不要出来表现一下你的爱？出来即兴的 solo 一下，可以吗？怎么了吗？小生，小生，哎，小生，我就知道他会变成这样。哎。Thank you.
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怎么了？姐姐来。啊？来。该不会一整个晚上都在想这个吧？你的酝酿也太久了啦。都还顺利吧？啊，还不错，顺利顺利，很好。明天就要演出了，他们大家今天都很开心。好，谢谢陈总的赞助。谢谢。这样讲，应该的，应该。谢谢。我本来啊，对这个年轻人的这些艺文活动一向都很支持的，对不对？是这样，有件事情啊，想找你们帮个忙。哦，请说。啊。就明天哦，我有邀请几个记者到现场来采访，那我就想说，就让我女儿到台上去唱几首歌，然后你们同学在后面帮她伴舞啊，很简单的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？不好意思哦，陈董，我们同学辛苦练习了那么久，不是要帮你女儿抬轿。抱歉，陈董，你的要求我们做不到。这样不好吧？我那记者都已经跟他们讲好了，这样子我很为难哎。这是原则问题，我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。那只是半个舞而已啊，有什么好原则不原则的？如果你觉得只是半个舞而已，那你又何必浪费钱赞助我们呢？好，年轻人有骨气啊。那我想我这个粗俗的商人应该配不上你们这么高尚的艺术家吧。啊，那就只好让你们再去找比我更有气质的人来赞助你们了。啊，走。你干嘛那么冲动啊？原则就是原则嘛。到明天就要演出啦，灯光音响的钱加起来要几十万，我们哪里生出来这些钱啊？哎，爸爸。哦，你开车，我去借一下洗手间。啊，哦，好啊，就在里面。哦，嗨，你好。哦，又不认识人家，跟人家聊什么天呢？
位同学集合一下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是这样的，我知道大家为了这次成果展花了很多时间，付出了很多心血。同学是这样啊、哦，昨天我们的赞助商临时，不要担心了啦，我们有赞助商了、欸。昨天晚上有厂商打电话来说要赞助我们。哎，哇 ，Ben， Thank you.
哥，别动。